77号577有吗？二十倍的。饮品店员工装茶饮的手没有停过，因为看看这从店门口开始绕过转角弯经营旁街道的排队人潮，通通冲着买一送一而来。他屏东有店，我们在屏东也会买，有看到就会买。他的茶蛮香的。今天排队的人相当多，我已经跑了第二次了。有没有觉得赚到了这样？哎，非常有赚到。店门口高挂红布条，写着欢庆41周年，选在农历8月8号这一天寄出茶饮优惠。老主顾当然没有错过，顶着烈阳，撑着伞来卡位。几年了啊？30年，50年哦。啊，你有逐年拢来买无？有啊，逐年拢来，住伫遮附近尔。家人朋友通通出动来，有人一买左手右手各提好几袋，还有民众保冷袋准备好，直接锁定罐装的，扫走了好几罐，要带回家好好享受。除了桌上亲朋好友，同事也要一起分享。今天买了多少杯？20。对，是公司。对，公司请同事吃。就固定农历的8月8号生日。就是以前的开店日子。从高雄起家的这间老字号知名奶茶店，是陪伴不少港都人成长的记忆。总店推出一日限时活动，一系列饮品杯装的原价60元，罐装的原价120元，如今买一送一，等同半价折扣，要回馈给在地乡亲。华视新闻小天谢玉欣高雄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